是森哥，我其实是想问金城武哎、欸。完了，在听说他现在在种田，就是朋友的朋友，他比较跟我少联络了。他比较会跟阿玉他们联络。我也不太清楚，可能比较在回归我们一直之前就很想做的事，种田啊。其实不太清楚哎、欸，因为他们不告诉我。他们要办性别，因为一般都说是孙子嘛，就是孙啊。哦。弯孙弯孙孙啊孙啊。是什么时候会生啊？双鱼。双鱼，明年二月。的样子，的样子。我尽量保持一个淡然的天蝎座的心，淡然的心。你要送个大礼吗？嗯，要送个大礼。阿公会包。哦，我只有一个儿子，一个孙子，我什么都要给他。那大小我就分不清楚了。你没有要打什么金牌？All you can eat 。那我说说。All you can eat， 那我还能说什么大礼小礼？没想到打金牌。对啊，金牌什么的。金项链那些。最近金价很贵，真的。真的很贵。都给了，还差那个什么金牌金项链吗？名字是你取的。连我儿子的名字都是我夫人取的。哦。这个应该都不是我能操劳的。那太太有病，我一定会取很土，给我取，我一定要顾要取很土很土，什么富贵的成富贵之类的，太土了吧？那个才时髦，你不觉得？有时候你颠倒，可他会恨你耶，啊，他会恨你这个阿公。问题是到最后，大家都用自己的英文名字或国外名字，哦，对，他们还是会用自己的名字，有时候你颠倒，可他会恨你耶，他会恨你这个阿公。问题是到最后，大家都用自己的英文名字或怪名，哦，不是吗？现在连艺人的名字你都不大知道是谁，小明，小明，那，你小明就叫他富贵。听起来不错啊，对啊，有道理，宜男宜女，对对对对，男的女的都可以，对啊，盖贺。那时候，哎呀哎呀，我觉得我被 K 了，大波浪。那个好友，那个连玉哥就是洗刷冤屈，这件事情让我特别感觉。其实阿玉的事情，我没有，我刚已经说过了，就是大概是这种情绪，就是说。你都不知道你在这个年纪，然后说了些什么呢？然后那个反应是跟你以前都不会一样的，所以我只能，我几乎没有为这个事情跟他谈论过，因为我等于是我自己都处在那种波浪里面。那我看我身边的每一个吉林的差不多年纪的人，都有各式各样的漩涡波浪的问题，要不是有这种类型的，啊，不然就是有生活的困境，要不然就是总是会有病痛。今年又走了一些音乐圈的朋友，光慌这个就已经够慌的。阿宇这个事情，我说不上来了。对我来说，我比较麻烦的是要怎么拖动。金宝岛康乐队这三个字，然后继续还要走下去。对，这几年有一度想说要解散，或者是就是停下来，就不要做了吗？前两年就差不多有这个概念。其实唱片业从2000年以来就一路 drop down， 根本就无法再回到原来的状态里。大家都知道，文学啊、美术啊、音乐这些，从第七、第八艺术都已经跑到17、18了。那个是我上次讲的，现在是27、28。对，山西啊，什么的 A 片啊、电玩啊、手游啊，都比这个还前面一点。可是森哥，我其实是想问金城武哎、欸。关大山，听说他现在在种田，就是朋友的朋友，他比较跟我少联络了。哦。他比较会跟阿玉他们联络。我也不太清楚。他比较可能比较在回归我们一直之前就很想做的事，种田啊，拾花养草，对对对对，听说的，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，因为我不太会主动去call人家，